这家辣条冻得咋样了？哇，尝一下。哇塞，干冰还能冻辣条呢，我都没尝过，今天咱也来试一下。干冰冻辣片儿。尝一尝干冰冻的辣片到底什么味道。辣片铺到干冰上，上面再加一层，再加一层干冰。仙气飘飘，飘，烫手。咱们等待10分钟，看看这辣片冻完到底什么味儿。哇塞，它现在已经冻得梆梆硬了。冰冰凉凉，味道还不错。怎么有点粘舌头？啊，这个太凉了，我舌头好像有点麻了。